上车了，这个开上油站，上油站，到油站才到到你坐铺吗？对对。哎哎，对了，你到你坐铺，你看我的听众是吗？我在一打以后，他罗汉铺一登车，哎，这不用提我吗？所以他在提我的时候，你看我提的没有？这个，前几天不是我的转人吗？我转个他不用说你，他都不会掉了，不行，这不还是写的吗？转过来以后，他在一路啊，一登肩，一路不他才提我，他才提我，说他，你看我也登肩吗？我在提他吗？所以这就左红右红，左红右红，那个最后那一点，你看，哎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在一提，你他当地在进击，你看，哎，听到吗？为什么先上身上流，到了快到了这个周快到了内页了，周就开始拐弯了，一拐弯就把他那个周引偏了，引偏了以后光引偏了吧，哎，再往上一点，